無線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喺將軍澳電視城會見記者，表示一早已計劃辭職。其實我離開公司嘅計劃咧，已經有一段時間嘅啦，一路咧都有同公司溝通嘅。咁就主要咧，就係我想喺呢個時候咧，即係專心一意、心無旁貸咁咧，學習一啲新嘅事物。因為大家都知啦，而家有好多新嘅科技啦、新嘅媒體湧現啦、新嘅內容啦。 咁好希望咧，去實踐我呢一個遊學嘅計劃。陳志雲又強調，離職同公司高層變動無關，亦冇計劃自組公司。又表示離職之後會先去美國矽谷同埋拉斯維加斯遊學。咁如果我學習完畢之後，我翻到香港，我仍然係好有興趣喺電視圈發展嘅話咧，我相信 TVB 咧會係我第一間去遞我嘅求職信嘅公司。又或者如果 TVB 需要我嘅話咧 ，TVB 一定會係我首選嘅平台。 對於要離開工作咗18年嘅無線電視，佢話感到好榮幸有機會參與電視發展工作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。